这爱情餐厅生意火，全指我这帅小伙。两口子吵架，你到这儿来，保准给你个好结果。坏了，好结果，坏了，好结果啊，坏了，坏了，这我跟我媳妇又打架了。哎呀妈呀！今天我跟我媳妇儿结婚纪念日，头两天跟我吵架了，到现在还有情绪呢。我今天把她领你这儿来，你帮我想办法穿啊。来我这儿算你来对了啊。这样吧，啊，你把这上面东西都准备一下。啥呀？指定给你个好结果。好，我现在把我媳妇儿的领来啊。赶紧的，自信哥、李静、三阳。嗯，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。哥为什么是男神？因为哥自信男。你又说冒话。哎呀，少说点话。咋的，来活了啊？来活呢，今天来个大活啊。啊，之前排练那个没问题吧？放心，没毛病。没问题。有信心没？还有信心吗？我是谁呀？因为哥自信呢。你又说那话呀。放心啊，今天我俩来，我告诉你，不管对方夫妻吵架成什么程度，肯定给你个好结果。说好了啊。必须的。赶紧准备吧，事马上就到了。啊，哎，都整好了啊，媳妇儿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头两天那是误会，你就别跟我生气了，行不？我带你去吃好吃的，走走。欢迎光临。你吓我一跳，你。老公保护你。你给我一百去。干啥呢？热情了，媳妇儿，你坐坐坐。你来，都准备好没？不是，准备的东西带没？我都带了，我都带上来了。看着他俩没？啊，情感专家，一会儿他俩干啥你干啥，指定给你个好结果。好，我有点紧张。没事，放心吧。各位顾客大家好啊，欢迎光临咱们爱情餐厅。凡是光临餐厅的，今天都有折扣。好，只要你们足够恩爱，咱们桌上加值999元套餐免费赠送。亲爱的，吃个虾仁儿。亲爱的，啃个猪蹄儿。哎呀妈呀！亲爱的，这么浪漫的氛围，我想亲自给你吹段音乐。我给你配段音乐。我是猪八戒呀、啊，不对吗？你拉这玩意儿，你拉这玩意儿，你媳妇成二师兄了吗？对不起，二师兄，不是媳妇儿，我就会这一个，你别生气啊。大玩意儿，亲爱的，我们喝杯酒吧。我不胜酒力。没事，我干了。你随。哎呦，我太男人了，亲爱的，来呀，咱俩喝杯酒吧。我酒量不好，你少喝点。那行，你随意，我干了。不是，那个太爷们儿了，亲爱的，喝完酒之后感觉怎么样？头好像有点晕。没事，我扶着你。太你真美，亲爱的，你给我站起来，别动，脑瓜嗡嗡的。来，老公抱你。哎、你真沉。不是，你没吃饭呢？你啊？没有啊，你这我们不是故意。亲爱的，今天是我们结婚5周年纪念日。哎我去，等会儿，这个花送给你。玫瑰，我爱你，太浪漫了。你这桌免单。亲爱的，送你一束花，给。菊花啊，不重要。今天是你5周年，我爱你，我永远爱你，我永远永远爱你。浪漫吗，媳妇儿？是不是很浪漫？你这么着急让我走呗、啊、我就告诉你，我现在就走。哎，不不不不，你不能走啊。别什么意思，川不能走。走、哎、你俩散开。咋办咋办，散开。不是，大哥大姐
因为啥呀？别走了，别出去，来，坐坐坐。因为啥？慢慢说呗。没因为啥，就一张照片啊。那是一张照片的事儿吗？刚上班第二天就跟人小姑娘抱上了啊？你说抱上就抱上呗，手机还换密码了。啥意思？我都说了，年会做游戏，做游戏，做游戏。哦，大姐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俩人吵架归吵架，你也不能动手啊。嗯，你看我们都搁这看着呢，最起码你得给男人留点面子呀。大哥啊，这我得说你，那一张照片是说出不就完了吗？坦诚出来就完了呗。行，这事儿是完了。那你说你昨天啊，你教人家小姑娘跳舞啊，完了还把微信给加上了，你啥意思啊？年会搞活动，我跳个舞，人家要跟我学就跳个舞，兄弟。对，跳个舞就可以离啊？你咋跳的？我就正常那么跳的嘛，拿一个帽子，就是这样。哦。没毛病啊！啊，大姐啊，这你得理解。你就拿我来说，这都是小事儿。你知道我以前干啥的不？咋的？我以前是演员呐，那我往台上一站，那可招风了。尤其我这小腿往脑袋上就啪这么一扔，当时啊，全场观众那都爆棚啊！嗯，我说呀，都爆棚啊！那有时候那都压都压不住，哎呀！真是，那小姑娘都往台上爬呀，有过小姑娘爬的最快，爬到台口，啪就把我大腿抱住，然后就要我微信。你说我能给吗？不能给。我给了啊，给完之后给坏了，100多个小姑娘都想加我微信，我怎么办？我建个群呐、啊。今天为了你俩，我就坦诚了，我媳妇能生气吗？是不是？不能。子欣呐，啊，你是不是为了哄他俩，完了胡说八道呢？你搁那儿啊？不，你给我挤我眼睛干啥呀？迷眼睛了？咱接着谈，咱说第二天，你们得听我说呀。我搁这听着呢。你们都得听。咱说第二天啊，有个小姑娘给我发私信，说上剧场门口等我，我能让她等吗？我偷偷等她去了。哎呀，为了跟我学这个小口琴呢，就这口琴手把手教啊，他学的最快，大个长得也漂亮啊、嗯、但这事我能说吗？但今天为了你俩我就坦诚了，我媳妇能生气吗？那个兄弟啊，那个我跟你嫂子可能和好了啊，和好了。对，和好了。那什么，你快回去吧，估计你一会儿你回不去了。这才哪到哪儿，我告诉你啊，看着没媳妇，看着没，我这劝架方式好使不？他俩已经好了、嗯、如果现在啊，我再给他拱上一番，他俩都得秀恩爱，你信不？对，拱必须的，我要你拱，你等回家的。哎，你咋整啊？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没事吧？不是，我有没有事不重要，你就说我这劝架好使不好使？好使，好使。六不六？六六六六六。你俩好没？好了好了。是不是彻底好了？彻底好了。我彻底废了。媳妇啊，我都瞎编的呀，为了劝架误会呀、啊、这咋整？哥你帮忙吧，他瞎编的。